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三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悲伤和离别，也让我们记住了一轮最美的月亮。月光下照亮的是一段灾难中的动人爱情。故事的主人公贺晨曦和郑广明被誉为地震中的生死恋人。当恋人贺晨曦被埋在废墟下之后，郑广明整整守候了15个小时。最终晨曦获救了，面对着自己心爱的女孩，郑广明说出了一生一世的诺言。而晨曦说，今晚的月亮真圆呀。2008年11月，地震半年之后，中央电视台铭记512汶川大地震口述历史的记者找到了这对恋人。月总有阴晴圆缺，而历经了生死离别之后的爱情依然动人。快点快点，新存证已经被抬出来了。给我钱，我会给你算几点。你想知道几点吗？出去找一下。那给我点好处好不好啊？出去上网上课了。7:30，我告诉你。在成都的市井街头，没有人会特别注意这样一对情侣。他们看起来非常平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也许很多人会记得，在512地震救援过程当中，曾经有一对情侣感动世人。晨曦，不要睡觉。这边，来，冷静，好，冷静，不要睡觉，快点。这样，眼睛蒙着眼睛。晨曦，不要睡觉。正在抬担架的战士就像急行军一样在抬这个女孩往下撤，而旁边那个已经脱了上衣把上衣给女孩盖起来的那个男孩就是她的男朋友。慢点，好，回到。这段拍摄于5月16日的影像记录了一个男孩在废墟前一直守候了15个小时，并最终等到了女友获救的故事。现在一个灯管给你输的是可乐，一个输的是营养快线，随便你选。你说嘛，只要你想吃。你没听说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这个女孩叫贺晨曦，获救前被埋在废墟中104个小时，而她的男朋友郑广明找到她之后一直在废墟前守候了15个小时。在这15个小时当中，郑广明一直不断地和晨曦说话，鼓励她要坚持下去，而那些对话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地震中最浪漫感人的对白。你这一天当中对他说的最多的是什么？说的我们经常以前回忆比较好的、比较开心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未来的一些事情啊。是什么样的事？比如说像结婚方式啊，怕他睡着，然后我就一直问他，我说你是喜欢西式结婚还是我们中国的结婚风俗，然后他就说喜欢，他也没有，我说西方的比较好，他说西方的不好，我说西方的挺漂亮。你们俩就讨论这个事儿？是的。以前你们有结婚的打算吗？我们有。平常他也很依赖你吗？
我们互相依赖吧。这次经历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觉得对你们两个人来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一生一世吧。他们说他成楷模了。你觉得真的是楷模吗？不觉得。那楷模是会去给我做饭的，会给我洗衣服的，那楷模是不会躺在那里你去吧，那个神说你去不会的。行，随便你啊。糟了，这饭没做好啊，做弄久了。怎么？你闻这味儿。啊，糊了。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算了。被救出废墟之后，医生最初的诊断是陈曦左手和右脚可能需要截肢，最后陈曦截去了一个脚趾，而广明始终陪护在他的身边。但是应该不是太严重。在那种境状态下谈到两个人要以后厮守在一起，有没有觉得自己说的太莽撞了，就觉得当时太唐突了，会这样？没有，我只感觉可能说只会感觉到我说的有点晚了，因为在那之后我才就是发现他对我有多重要，嗯，多么的在我心里已经占得满满的。嗯，那时候没有他成不成残疾人这么这个想法，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出来了，活下来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那时候主要说是放假了，嗯，时间上足够的话，我一般都是会去北川去看他。时间回到5/12那天，正好是广明从成都休假去看陈曦的日子。5个小时的大巴到了北川，两个人一起吃了午饭。陈曦要去上班，广明则留在陈曦的宿舍上网。我记得当时我还给他一袋那个煎心瓜子的那个奖，然后我说你去换一袋。嗯，平时本来他挺贪吃的嘛，偏偏那天然后就没有贪吃。想了一下还算了吧，然后他就直接就奔到办公室了嘛，结果刚进去1分钟然后就地震了。5月12日下午2:28，陈曦上班的单位北川农业发展银行瞬间垮塌，他和两个同事一起被压在废墟之中。那两个同事都问我怎么办，我当时我也很茫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问了他们这么一句，我说人在没有水没有吃的情况下可以活几天，他说5天。好，我们说那5天我们就坚持5天嘛。当时我想如果房子要倒我跑的话肯定跑不出去，所以我就躺到床上，然后拿被子把自己身体全护住。嗯，陈曦被埋在了废墟下，而留在陈曦宿舍里的广明幸运地逃了出来。在人群多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开始想陈曦怎么样，然后我就给打电话，结果当时是没有信号，我就很茫然在等嘛。我们都在说出不去了，然后我突然一下猛地就想起他了，就觉得糟糕了，肯定他也就说不知道能不能幸存。有一些人被掩埋在废墟下面嘛，嗯，但是有一半身子在外面可以看到，然后大家伙想办法去救他们，就想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该去找他。你想到过广明会来找你吗？没有，我想可能要不然就是受重伤，要不然就是或者是
也像我一样被压着了，出不来。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们就是作为恋人交往有多久了？一年多。一年多。嗯。感情称得上很非常稳固吗？不见得。你什么时候不见得呢？偶尔还是要小有一些吵架什么的。真的第一印象真的不太好，长得不好不是长得不好，而是第一印象就说嗯要喝酒要怎么怎么着，出去就说出去经常啊或者和那个朋友玩得很晚这些嘛，我是觉得不太好。小你四岁的男孩子追求你，恐怕对你心里也是一个冲击吧？对啊，我当时不干了，不答应的。当时我一直都没有答应，到后来被他感动了。那我说，那先交往一段时间再说嘛，我看行不行嘛，不行就算了。但是后来他，我发现他对我真的，就说是以心在待我。因为整个县城已经面目全非了嘛，我也不知道他们银行的地址现在是在哪里了，然后我就沿路边走边问嘛，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哪里是那个农业发展银行的大楼，他们说这里就是，然后我看眼前的楼已经是当时就两米高，四层楼，四层高的楼房就两米高了。我在废墟前也曾喊过嘛，但是都没有找到的。五月十二日夜晚，广明不得不和其他受灾群众一起，一边回头一边走出北川。他希望晨曦也在这个混乱的队伍里，能和自己突然重逢。广明没有在北川送出的伤员当中发现晨曦，因为泥石流预警。救援人员要求所有受灾的群众去绵阳九州体育馆，广明在那里过了一夜，决心去绵阳市寻找晨曦的父母。我说晨曦回来了没有，但是当时他们妈妈说晨曦可能已经遇难了，他们就是已经确认了他已经进入办公室了。因为当时如果我知道他进去的话，我也可能放弃了。当时我只是说我们是同学，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时间去介绍自己的身份。然后再后来我准备走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事就是跟他母亲说了嘛。你怎么说的？你的原话是什么？我说我们其实已经恋爱有接近两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就说做，等于说还没有自己成熟的事业嘛，所以想等有成熟的事业之后再来见双方的家长。他妈妈怎么说呢？他妈妈当时也一直在哭嘛，很伤心。那你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候还要告诉他如果晨曦真的遇难？因为我要替晨曦照顾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广明回老家的铁路被冲毁，晨曦的父母留下了他，但隔天之后广明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跟随救援队折返北川寻找晨曦。
而那时晨曦已经在废墟里被埋了三天一夜。可能一切都是天意吧，在我们刚刚到过了北辰大酒店那里，就和志愿者飞一样跑出来，说里面还有就是农业发展银行大楼遗址那里还有一个生还者。当时太兴奋了，有点自己说的什么我都不知道。广明在废墟前守候了15个小时后，晨曦被揪出了。晨曦不要睡觉，这边还有睡觉，来睡觉，好，不要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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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上眼睛，蒙上眼睛，晨曦觉得不要睡觉。震后一直在照顾晨曦，广明原来的工作没了。从10月中旬开始，他在成都重新找工作。没有本科文凭，工作不是很好找，但是广明坚持自己想要做的营销行业。只不过现在他会经常主动打电话征求晨曦父母的意见。虽然地震中大量的报道让人们对广明爱的表达交口称赞，但晨曦的家人希望这两个年轻人能够正视现实，为他们的未来做更多的打算，而不是被所谓的生死恋推进婚姻的殿堂。他有没有就是因为在地震中的良好表现，对你在你尤其在你面前，会觉得至少在你父母面前有一点资本，我至少对你女儿是很好的。没有啦，她知道，她也自己知道，就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很小的一个方面，因为以后的生活才是真正要去面对的。你不来先放糖，你这少放两糖。糖甜味儿没进去，醋都熬黑了，糖酸味儿没进去。下次你来做，你要不做，光知道指挥别人。晨曦的腿脚还没完全好利索，有时候也会从绵阳的家里去成都看看广明。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对平凡的情侣身上曾经有过怎样动人的故事。广明说，曾经有人看过电视后认出他来。但他否认了。这个女孩刚一出来说的第一句话，让所有人都觉得生命太美好，生活太珍贵了。她说：“今天晚上的月亮真圆呢。”让我们祝福她早点康复。不管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月亮，在晨曦被救出的那一刻，广明说出了一生一世的诺言。废墟上的爱情如此的动人，而寻常的日子里更需要相依相伴。后来就像所有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一样，晨曦广明结婚了。08年年底，在大家的期盼中，
陈曦和广明还特意到了北京举办了婚礼，到鸟巢拍了婚纱照。2009年8月，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就在半个月之前，我的同事再一次见到了他们俩。贺晨曦和郑广明的女儿叫郑欣怡，快2岁了。我猜，我觉得房子这次的人比较好。地震3年了，晨曦一直住在绵阳的父母家。本来刚结婚时，广明也住在这里，但女儿出生后不久，他就去了成都。成都市的二环外，广明已经在这间相对便宜的小房子里住了1年多。他吃的很简单，用的很简单，想的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儿。来成都后，广明一直在做销售工作，但1年多了，工资一直都是1000多块的水平。广明说他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于是选择了自己创业。婚前生活和那个婚后生活的差距太大了，婚前生活太理想化，而婚后呢，就是为面包而奔波。脚伤恢复之后，贺晨曦回到北川农业发展银行上班。地震后，单位迁到了离老县城50公里外的安昌镇，但贺晨曦的工作没变，还是一名出纳。地震过去快3年了，因为截掉了一根脚趾，晨曦走路还是不太方便。虽然单位给晨曦提供了宿舍，但每天下班后，他总是要走上1公里，到镇上的长途车站，再搭1个小时的车回家，回绵阳的父母家，回到女儿身边。除了每天的奔波，遇上稍长一点的假期，晨曦还是要带着女儿去成都和广明相聚。北川、绵阳、成都这3个地方组成了贺晨曦如今的生活。晨曦说，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他和广明的住处，但没有一个地方有他们真正的家。2008年10月，贺晨曦和郑广明领了结婚证。当时晨曦26岁，广明22岁，这比他们各自计划的时间表都大大提前了。可能在我的骨子里也想有一些做一些浪漫的事情，之后婚后让我们来回忆吧。正后不到1个月，在一场抗震救灾的直播晚会上，广明突然正式向晨曦求婚。那时晨曦在医院，脚伤还没有恢复，看到广明的表白，晨曦哭了。所以那天在晚会上，突然我就想当着所有的人面向他求婚，因为毕竟我也想让他有幸福的感觉。以前心目中的幸福可能是让别人看到，让别人感觉哇，这两个人好幸福啊，在一起他们好浪漫啊，这就是我对幸福的一个诠释。但是我感觉我现在的生活还没有给到他幸福。新婚不久，晨曦就怀孕了。广明说这是他和晨曦都没有预料到的。考虑到晨曦的身体尚未恢复，广明建议不要这个孩子，但晨曦坚持把孩子生了下来。如今郑广明和贺晨曦的女儿已经快2岁了，一直是晨曦的父母在带。老两口已经退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外孙女。
尽管退休金不多，但为了减轻女儿女婿的负担，他们承担了心仪的抚养费用。而晨曦也知道，一直以来父母都希望自己能找个研究生，而广明的学历不高，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但对于自己和广明的结合，父母也从来没有后悔过。一个是广明震后在自己身旁15小时的坚守，另一个两位老人也忘不掉广明的承诺。那是自己还在治疗期期间，一次病情反复，可能要截掉一只手和一条腿。父亲问郑广明，晨曦这样你还会娶她吗？广明回答，我愿意。不过虽然老人们嘴上不说，但晨曦心里明白，以后的生活还得靠广明和自己。其实我想他找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我也要求也不是很高，一个月大概他有接近2000多，接近3000块钱就不错了。然后能把那个什么社保医保全部给买走吧，就说保险吧，然后就说能经常回家看看，其实我就满足了。哎，阿姨您好啊。说是创业，老板、员工、业务员都是自己。每天广明穿梭在成都大大小小的住宅小区里，一栋楼一栋楼的走，一个门铃一个门铃的按，推销着自己清除螨虫的服务。便宜是他唯一的手段，别人收200，他只要50。但即使这样，每天上上下下敲上200-300户的房门，也不一定能揽到一桩生意。我就在那个隔壁啊，行吧，打扰了。广明说，生意起头总是要难一点，他不在意。他还说，其实自己有点喜欢在这些小区里来来回回，这里有花有树，阳光充足，进出的人们穿得干净漂亮，这就是他想给晨曦和女儿的生活。晨曦不要睡觉，这边现在一个灯管给你收的是可乐，一个收的是营养快线。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对你们两个人来讲，1/3吧。结了婚之后，不可能再有当时的生活，也就是油盐酱醋茶吧。我觉得在一起最重要的还是平平淡淡的，多去关心一下对方，多去体谅一下对方，我觉得才真正才能相处的长久。如果没有地震的话，我很可能看不清自己的想法，可能会像有一些恋人，因为某一次吵架最终而分手，分手之后才痛苦地认识到实际上很爱他。现在就是在为承诺，在为责任努力，不过这份压力确实挺恐怖的，有的时候也真的挺害怕自己扛不住。但我想我会熬过去的。